这风格相当符合中华烧笑活泼热血的性格，但开场就面对观众实在太棒，你给我回来。各位朋友 ，S 怀动心直升机将向各位来宾、各位好朋友致敬，为精彩的空中超演拉开序幕。朋友们，说国王出场没有掌声没有关系，但我期待听到大家大声的说声好，搭配我们的掌声加加加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了解，操作正确才能达到飞机的境界。
视察发现，所有组员同时入室处要求掌握附近相关防疫障碍案，全体组员共同回复各部执行安全员。此科目操作的同时，由于飞机的风速、高度、航向无时无刻都在变化，所以更需要飞行员专注的操作，达到人机一体的最高境界。是今天的压轴科目，吊挂操演，请各位。现在风六机进入吊挂航线五边，减速下降及吊挂高度，也请注意您的正前方。风六机已经看见开动，各部飞行员精准的操作键程，副舱门已经开启，协助飞行员完成目标。各位乘客，中置已经出舱，由机长开入吊挂区。即将进入目标区实行救援。中央出舱后，请立即将小舱移上最后的中央紧急下降。此时，救护车和乘客必须不能随意选择乘机被下降系统，以及真的发现相互作用，各部机舱都要被下降，让人员准确的安全着陆。Thank you.
各位朋友，今天的三号机组全体输出空号，请提高警惕，积极抢救下。下午我们必须一分为八，先站在哪里？执行搜救任务。